人都说自己是月光族，现在可好，好多都成了月欠族了。主要呀，还是虚荣心在作怪，没钱还要追求享受。早些年我们月光光，总想有天能够小康，现如今我们钱也好，还有网贷追的心慌，借来钱开心一个月，以后就东墙补西墙，每一天工作都白忙，勉强能把利息还上，超前消费一时爽，何别把那富忘当，借来的钱终究需要还，没人无缘无故把你养，小孩别带诱惑多，背着债务不好过，自己的钱花着才心安，留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。今天双哥呀，就要劝劝那些习惯超前消费的年轻人，要想以后生活好，多给自己攒点钱，就是攒不下，那也不能做富翁啊。早些年我们月光光，总想有天能够小康，现如今我们钱也好，还有网贷追的心慌，借来钱开心一个月，以后就东墙补西墙，每一天工作都白忙，勉强能把利息还上，超前消费一时爽，可别把